二三，所有的澳门人都非常的热情，来到澳门就能感觉到很暖。她是冒险的女生，冒险的女生。可是我也是冒险完了，我才回澳门的。哦，冒险完了。对，失败了。Okay. 我拍了20多年了，一直拍就是拍澳门。这张照片就是当年我在这里拍的，前后10年，好多呢一种古仔隐藏喺里边。第一，我希望想自己将一啲有感觉嘅嘢，用我自己演绎角色保留落嚟啦。即系澳门玩，小时候也不能出去，即系澳门细个治安唔系真系咁好啦。所以澳门对我嚟讲就系我唔识呢啲街名啊。呢条山叫美女城，好劲嗰度。系啦，影像这个东西其实是很特别的。你在拍那个时刻觉得它是很普通的，但是经过岁月的洗礼，它这画面就会变了。